这是咋的了？给我打电话，给我叫来了。啥玩意儿？我就说我这感，这啥感冒严重？你说给你传染了吧？怀孕了。我孩子，你说呢？不是，那我兄弟结婚，咱俩才认识的，那天才4月28号，这么快吗？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不是，那咱俩太快了。不是，你弟结婚，咱俩认识的，现在孩子有了，俩人刚出去度蜜月去了，那咋整啊？你咋想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反正挺乱的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哎，什么的，我尊重你的想法。主要我现在我也没做好准备想要小孩啊，而且我也没有想做妈妈的打算呢，我也不知道你啥样人，我对你也不了解。那你等会儿，咱俩先找个地方坐下冷静一下，聊一下。来，咱进屋。不行，我得你远点，这感冒挺严重的，给你传染感冒了。等你弟回来了呗，度蜜月啥的，完事那个把咱俩事都告诉他。必须我得大声大胆我告诉他。不行，我先要，你先打电话跟他说吧。电话。不要了。不要了。我就上楼找富二代了。你等，你找啥富二代啊？咱俩的事不是你自己的事啊，你自己一个人能定吗？你先跟我回家走。